国中的正式球员，将传球强化到隐形技巧的选手，没想到他真的存在。给我好好投进，看张颖的金牌搭档，我们今后要打倒你们此间势力，成为日本第一梦幻篮球队。陈立，加油！影子篮球员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卫视电影台。即将播映的是《名侦探柯南》。